家好，我是王涛，还有大家的老朋友詹俊。哎，你好，王涛。这场比赛是相当令人期待啊！观众朋友们，赶快坐下，这场比赛一定非常精彩。进攻队员需要支援，队友过来了。进攻球员的工作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伟大的射门啊！他后悔啊，这球没能处理好。是啊，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呀。球迷的欢呼声太响亮了，哎，这导播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，我得把音量调大点。哇，这太震撼了啊！观众的热情总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啊。人们总是说不要太在意球迷们的这些喊声，但他们声好机会啊！守门员是下定决心趁早出击啊！哇，真是一个非常主动的门将。这是一个稍微带点旋转的球，处理得真不错。好机会啊，这是个极好的机会，球没有射门了。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精彩的进球。不可思议啊，谁都认为毫无机会，但他做到了，取得了进球。哇，那真的让我非常惊讶，谁也没想到这么小的角度也能够让他把握住。比赛的第一个进球现在已经是1-0了。哎，控球权没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伟大的射门，门将的凌空抽射得分，他打进了一粒漂亮的进球。这球射门角度极艰难啊，但是球还是被他找到了一条线路送进去了。嚯，天哪，门将他竟然没拿住这个球，这真是一次糟糕的失误，彻彻底底的失误。现在需要队友的帮助，队友正在靠近他，现在球丢了，控球权又丢了。郜林，激烈的拼抢，但是没有犯规，比赛继续。金凯西，有队友过来敬他了。李运秋，防守太疲软了，进攻球员过得太容易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他跳过了滑铲，做得不错啊，有机会进球，要射门了，他将球送入网窝，角度很小，庆祝很狂野。守门员做了一次不错的扑救，但最终还是被进攻一方的球员捡漏打进了。好吧，现在是2-1。啊，进攻非常流畅，但不幸的是球被断了。多好的机会啊，来了个敲山震虎，他打进了一粒漂亮的进球。比分是3-1。得到了球，其他队友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帮助。应该传中了，防守队员失误了，有机会打门了。这兄弟抢球技术不错啊，没人盯他，他尝试射门，完成了一次精彩进球。啊，梅开二度，机会把握得相当好。我看不出后卫有做错什么事儿，他们把对方的前锋逼得很紧了，但看看他那脚射门太厉害了。啊，非常轻松的拦截，没准能过去。犀角一记大力射门，那门将的表现更出色，准备好角球。冯潇霆，哇，太漂亮的进球了！
门将做出了反应，但是没扑到。是啊，他的指尖差点就碰到球了，但这球啊打的角度太对了。现在比分是5-1。中场休息。当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在期待，这样的优势呢，就像大卫和巨人的战斗一样，应该是很明显的，至少过程中显示的也是这样啊。嗯，有时候足球会有很多的冷门赛果出现啊，但不是今天。防守队员表现太棒了，要不然这防线就被打穿了。他俩之间看来是非要争出个是是非非啊。老实说啊，有时候我不介意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因为我其实挺喜欢看到球员之间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激情的。寡人，试图控球，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做好。裁判面临一个很艰难的抉择，但这确实是界外球，不是角球。这次换人应该是要让队伍加强进攻。哇，这简直就是把球扔给对方嘛，真是无间道。郑智，张琳鹏，于海，防守队员紧张了一下，但还好解围了。球进了！进球的是场上队长，他为其他队友做出了优秀的榜样。我简直没办法相信，多么刁钻的角度啊！我都没想到他会起脚的，别说把球打进了。这是一个能上头条的比分，6-1。有队友过来敬他了。好机会啊，非常好的机会啊。他对这球感到很沮丧啊，俊哥。是啊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了。裁判示意发球门球。球丢了。这个传球简直是需要猜一点啊。好机会啊。非常好的机会啊。机会来了，球进了，他们打进一球。他这完全可以处理得再好一点啊。这球传得太漂亮了，突破了对方的防线。他射门这一脚也很棒。詹俊和我都有点数不清了啊。6-2。好机会啊，射得很好。太漂亮的进球了。这难道是帽子戏法？对他来说太棒了，对球队来说也太完美了。这支球队取得了很大的领先优势。梅方，这个对于刚才那个把球传回给他的队员来说，真是个极好的助攻时刻。冯潇霆，郜林，哇，这样的扑救简直只有在游戏里才能出现。这不就是在游戏里吗？梅方，郜林，好机会啊，看到机会了。哇，这球很漂亮。这个进球让比赛彻底没了悬念，也巩固了他们今天胜利的果实。今天他们的表现相当出色，获胜也在情理之中。哇，他们今天真的是让人无法抗拒，没办法阻挡，双方有着天壤之别。补时还有2分钟，时间就要到了。多好的机会啊！克雷斯，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
根据我觉得除了队员的表现之外，这场比赛的结果应该教练会很满意的。是啊，今天他们的表现相当不错，你看王涛创造了无数的机会，那么多的射门，确实不错。